这边是戎马世家，看着那边是书香门第，可称得上是门当户对呀。哎呀，这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家婆婆慈爱，大儿媳春兰贤惠，冬梅可是找了个好人家。哎呀，多谢你了。谢谢您喽，那我就报信儿去了。好好好，报信儿去喽。过门整三年，生儿育女何曾见，贤惠孝顺有什么用，膝下无子谁成祸。Thank you.
什么时候了？辰时将过。辰时都过了，我起得还早吗？哪儿那么些废话。哟，这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吧？待媳妇唤来。哎呦，你想烫死我呀？媳妇，再去唤来。得了吧。连盆洗脸水你都弄不好，你还有什么用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带媳妇备茶。大清早的你就拿茶灌我。带媳妇备饭。备什么饭呢？饿死我你就省事了。火木烧好。孩儿与母亲请安。罢了，过来过来。哟，你穿的这是一件新衣裳啊。是啊，是我嫂嫂做的。哼，妈呀，我嫂子她多贤惠呀，您怎么就老瞧不上她呀？妈做儿媳妇的时候比她还贤惠，光贤惠有什么用？哎，妈的心思你哪儿懂啊？没法子，妈不得不把你的婚事提前给办了。啊，母亲，孩儿学业未成，母亲不要着急。这事儿由不得你，妈说了算。记住，顺者为孝。去。到学馆把你大哥叫回来，就说妈有事儿要跟他商量。孩儿遵命。嫂嫂。请婆母用饭。你做的这是什么饭呢？乃是婆母清晨爱吃的素食。瞧瞧，稠的像倒头饭，稀的像照人烫。婆母不中意，媳妇冲去做来可好？我这会儿饿着呢，我等得了吗？先少用一些吧。怎么，你这是逼着我吃啊？媳妇速去做来。哟，你这是跟我赌气呀。倒叫媳妇
进退两难了。哈哈，你敢跟我顶嘴？媳妇不敢，媳妇不敢。我谅你也不敢。我的衣服做得了吗？尚未做成。我这儿等着穿呢。破木宽限几日吧。宽限几日，说的倒好，白天的活儿不能耽误。今儿个晚上别回房了，就在这儿给我做，把这饭重新给我做去。媳妇遵命。办喜事儿吧。是吗？大嫂子，我这儿全都准备好了。哎，你瞧见我那没过门的儿媳妇了吗？瞧见了，瞧见了。您这个儿媳妇儿，那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描龙绣凤无所不精，人家还跟他爷爷学了一身的好功夫，干起活来俩小伙子也不如他一个。是吗？大嫂子，来拿着。哎呦，拿着。哎呦，拿着。哎呦，谢谢您喽，谢谢您喽。我说老太太啊，您那二公子属羊，儿媳妇属羊，哦，老太太您呐也属羊。是。这就叫三羊开泰。哦，三羊开泰。大嫂子，你可真会说话啊。要是遇见个属虎的，羊入虎口那还了得。哟，老太太，您家有属虎的？大嫂子，你不知道，我那大儿媳妇春兰她属虎。嗨，不碍事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一宅两院的，嗨，没事。是啊，大嫂子，办喜事的那天你可得早点来呀。哎，误不了，我先告辞了。你慢走。哎，告辞了。慢走。羊入虎口。哦，兄弟来了。哎，哥呀，妈叫你回去一趟呢。不知为了何事，莫非与你那嫂子？还不是天天那点事儿吗？你说嫂子多贤德孝顺呢，妈怎么就瞧不上她呀？哥你也是。我说，贤弟，母亲独自一人将你我弟兄抚养成人，实属不易，又倒是顺者为孝。哥哥，您可别教育我了，我呀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可早着点回去，妈等着你呢啊。
我睡得着吗？我的衣服做得了吗？尚未做衬。拿过来我看看。是。身粒合适吗？按破木的衣服材量的嫩火提。我得穿上试试。是。哎呦，你倒是给我穿，你给我穿，你给我穿，你穿，你，哎呦，你倒是给我穿，你给我穿，哎呦，你给我穿，你这。哼，穿这么件衣服都这么费劲吗？嗯，你这活儿是怎么做的？怎么？我要的是对劲儿的，你怎么给我做成大劲儿的了？不成，你得给我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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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目含。
两字。娘子如此劳累，怎能经受得起？三更一过，回房歇息去吧。祸母之命，怎敢违背？官人一路劳乏，回房便是。娘子，请老先回去屡受折磨，我于心何安啊？为妻也有不当之处，只要婆母不嫌弃于我，为妻纵然劳累，也心甘情愿。看这是何物？乃是一枝兰花，官人待它何用？送与娘子。娘子忘记了，今日乃是你我夫妻成婚三载。哦，官人还记得。焉能忘怀？孩儿参见母亲。罢了。我的衣服改得了吗？我谅你也改不得。我把你叫回来，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母亲只管吩咐孩儿从命就是。那好，过几天我要给你兄弟办喜事，这前前后后的都得你张罗着。孩儿遵命。还有一件事，让你媳妇儿出去躲躲。啊，母亲，确是为祸。你弟媳冬梅属羊，她属虎，属相相克。为了妈，我早抱孙子，不得不让她出去。但不知躲到几时方可回来呀？那就难说了。想春兰无亲无故，何处安身？望母亲开恩，就留下媳妇吧。我总不能把两个儿子都给了媳妇儿，还换不回一个孙子来吧？你记住，顺者为孝。母亲。
在俺家村难他苦口难张，为求子他对天长祈祷，为求子他也半场分享，好娘亲俯首躺岭山，汉阳定能子孙乐同堂，留下媳妇宽红娘，宽红啊，我叫夫妻各一方，官人喜事。
娘子，娘子，娘啊！婚期定了，定了。我那孙女冬梅就是你安二爷的孙媳妇了啊！难得你还真笑得出来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何吃此言？就因为冬梅过门成亲，我那孙子媳妇春兰让她婆婆撵出家门了啊！春兰是我宝妹娶到我们安家门来的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要是跟我通个气儿，绝不能让她背着我把春兰赶出家门啊！多好的孙子媳妇啊！啊，安二爷，我越听越糊涂了。那冬梅成亲与那春兰有什么相干呢？这事儿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，它是这么回事。哦，这哇，真真苦恼。请你引起的我怒火上的猫。怎么着老刁婆，你细听根了，你这样行为不端，谁能来小刀？逼得那好儿媳万般无奈，无依无靠，四处来奔逃。我越思越想心难。这么会儿公公爷子抹了，我改成安二了。我说亲家翁啊，什么亲家翁？哎，怎么着？那安家如此无礼，这门亲事打退了。哎，得了呗，明儿个就要过门成亲了，今儿个退婚，那哪成啊？怎么不成？他如此刁蛮，我要告知十里八村，叫他呀娶不上儿媳妇儿。嘿嘿，你这招可真够损的，那我们安家门岂不真的绝了后了？咱们总得想个主意，既要冬梅过门成亲，哦，又不让她受气，咱们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哦，两全其美。哎，两全其美啊。安二爷，那春兰现在何时？春兰现在我家呢。哦，就这个样，她还给她婆婆做衣裳做鞋呢。嗯，我就看上这孩子贤德孝顺，我才保媒把她娶到我们安家门来。哦，哎，春兰父母早亡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甚是可怜呐。没想到我这侄媳妇这么对待她。嘿，别提她了，这事儿怎么着咱们也得想个办法呀。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哎，你忘了我有个外号啊，赛诸葛。哎呀，这
见过安二爷。是。二爷，冬梅有礼了。罢了罢了，哎呦，多好的姑娘哦。二爷，请坐。不坐了。啊，冬梅，安二爷有话对你演讲。哦，老人家有话只管吩咐，冬梅从命就是。孩子，听我告诉你说，你这个婆婆性情可是不好啊。哟，怎么个不好法啊？这干嘛呀？你说你的，你说你的。哼，今儿个拜天地，细看闹洞房，洞夜缠亲人。二叔，你唱的是什么戏歌啊？哎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好厉害呀！哼，过不了三天，我让你知道知道老太太我的厉害。是才母亲言道要我把家规告诉与他，只是这洞房之夜正好起吃这。二爷嘱咐我，让我在洞房之中先给他递个话，免得他错怪我。他也不跟我说话，我怎么好先开口啊？我还是绷着点儿吧。促进了，他怎么还不说话呀？我睡会儿去啦。啊，回来。点儿开口啦，我还不曾睡哦，
你到山要水，又到是父乃崔刚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哟，不知道啊。昔日梁鸿孟光君安其美，如即为人父，当尊父大。啊，这父大们你可知晓？不知道。到这里也，天地虽大，尚有方圆，人生在世，当有礼义。请问何为人之礼义呢？小三从，乃是福利，知识的乃是福矣。哎，连这些你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他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哎呀呀呀，怪不得我母亲再三地嘱咐，要我在洞房之中先将家规告诉于你。你们安家都有什么家规呀？听着。嗯，清晨起来嘛，先要到母亲房中请安。哦，清晨起来先给你妈请安。不错，睡觉之前嘛，还要到母亲房中问好。真麻烦。我妈说了，这是做媳妇儿的规矩。请问怎么个请法啊？待我教导于你。对了，你先做个样，我学学。好好好，看好了。嗯，看好了。嗯，你要这样恭恭敬敬地走到母亲面前，就是啊，母亲在上，媳妇有礼。罢了。啊，错错，哼，朕乃无礼之妻。你得了吧，什么三从啊四德呀，姑娘我是一窍不通。奉母命在洞房交会，孝顺儿媳，尊规矩，守妇道，不辱妻义，孝三从，知识的亲生不
是高低。哼，今儿个呀，我非教训教训你。好啊，那我今儿个也教训教训你。你呀，你接招吧你。哎呦，哼，跟你姑娘我来这套啊你，哼，你，我告我妈去。去呀你，你去呀你呀。快气死我喽！枉为男儿不争气，你不争气，你是个摇摆的鹌鹑，倒败的鸡。为娘我管媳妇，他们谁敢不服气？花烛夜我先给他立立规矩。走。把他给我叫起来。母亲，他睡下了，睡着了也得给我叫起来。只是去，别害怕，有妈呢。是是是，我去，我去叫来。叫起来了，你真是负刚不振的，躲开这儿。是是是，妈呀，他可厉害着呢，出去吧你。我说这位少奶奶，他倒实瘦了。我问问你，你上轿子的时候，你们家大人就没嘱咐嘱咐你吗？嘱咐什么呀？过了门子应该怎么做媳妇？没有啊。既然没有，那我就告诉告诉你，听着。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从今儿个起你就得听你丈夫的。哦，就是说听您儿子的。对，在家要孝顺父母，出嫁要孝顺公婆。甭说，就是孝顺您了。不错。怎么个孝顺法啊？听着，早晚把干请，三餐把饭送，铺床叠被倒尿桶，桌椅板凳擦干净。哟，这活还不少呢。这是光伺候我，还有家里的活呢。家里还有什么活啊？听着，一天要挑两缸水，两天一次把磨推，三天织成一匹布，还要能才会做四季衣。这活儿可真够多的。不多，
主要的我还没说呢。你们家哪来这么多活啊？这是做儿媳妇的规矩。这规矩都改了，您还不知道啊？改了？啊。什么时候改的？现在呀。怎么改的？倒过来了。倒过来？怎么倒过来了呢？男的伺候女的，婆婆伺候儿媳妇啦。这是谁改的？我呀。听着，当初我那大儿媳妇春兰，这家里的活儿没有她做不到的。伺候我，她敢说一个不字，我要是瞪瞪眼睛啊，哼，就得吓她一溜根。说春兰嫂子孝顺不错，贤惠不假，那何不请出来让我们见见面呢？你呀，见不着他喽。怎么了？让老太太我给撵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呀，瞧不上他。哦，这我就明白了，就是说贤惠孝顺的儿媳妇儿哦，您是看不上的，那我也就别学他了，省着招您生气。正好刚才您说的那些，我呀一样也做不到。做不到？哼，做不到有做不到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瞧见了没有？他可不是吃素的。哟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不是玩意儿，这是家法。我还没瞧见过呢。拿过去见识见识吧。嘿，倒是挺好看的。不光好看，打在身上还疼呢。是吗？那我可得试试。好啊。我说东梅啊，过了门子你要见机行事。二爷嘱咐我让我与他针锋相对。哎呦，这可不成，他老人家的话我还是不能听。不听话可没有好果子吃肉。瞧，还非让我听不可。那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就照亮了半步。我可要试了。哼。我可要试了。哼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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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妈呀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声音呢？啊，这啊！嘿，我怎么了？你反了！怎么跟我了呀？可恶可恶，您真可恶！我没见过您这样的儿媳妇。见识见识吧。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，让您知道知道做儿媳妇的苦。休动怒，我是冬梅，不是春兰那样的儿媳妇。哎哎，今儿个嫁到安家来，只做媳妇可不受欺负，我非揍你不可。老太太，您想动手？嗯，您是个母亲，你识货道理，你识货道，你，哎，哟，这是谁呀？你大伯兄，按手礼。嘿，
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大伯哥呀。真是。我就奇怪了，听说你那贤德的媳妇儿就因为我嫁过来被老太太撵出家门了，你还能这样破门而入为他老人家拔横，你可真够孝顺的。你可知道愚孝二字吗？听说您还是个有学问的人，有道是公公不见儿媳妇面，大伯子不进弟妹房。请问尊家您这是跑到哪儿来了？这公快出去吧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这样的儿媳妇不能要，写封休书把她给我休了。哎呀，但不知以何为由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脚家不贤呐。嘿，老太太，您这话可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呢？我刚过门子还不到一天，何为脚家？在这花烛之夜是您手持家法在这兴师问罪的，这分明是您在脚家，何言我冬梅不闲呢？你这条恐怕您立不住。立不住？立不住不要紧，我把它改成状子诉诸公堂，告你个目无尊长，以小犯上。啊，母亲，当今太医乃是他的国丈啊。哟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是啊，老太太，事亲三分相，他呢准向着你。得了吧，我不上你那个当，干脆找他们家大人说理去，把他爷爷和媒人都请来，我好好的跟他说道说道。走。哎，你这是？小点声啊，别让外人听见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什么呀。老太太，总得想个法子，这日子还得过下去，不是？这日子没法过，我宁可跟你分家，也不跟你在一块过了。分家？嘿，那可不成。怎么不成啊？好说不好听啊，知道的是您要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做媳妇儿的容不下您这婆婆呢。再说了，分家之后谁伺候我呀？啊，你想让我伺候你呀？不是的，我是想让您教我怎么做婆婆。得了吧，儿媳妇你还没做好呢，你就先想当婆婆。常言说得好，千年的大道走成河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。我呢，早晚都得做婆婆，我这叫先行一步。我教不了你。怎么教不了啊？您就按春兰嫂子伺候您那样伺候我，我呢就按您做婆婆的样子学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你还真打算让我伺候你呀？这就叫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。得了吧你，别来这套，门也没有。您要是不愿意，那我可要把话挑明了。好，那你就说吧。老太太，您听着。想你们安家乃是书香门第，理应通情达理，可是您却将儿媳当作牛马，百般挑剔，婆媳之间如同病榻，哪还有一点家的欢乐，过的叫什么日子呀？春
兰嫂子这么好的媳妇儿，十里八村的都知道，可偏偏的您却容不下她，让她只顾着孝顺您，却见不得她夫妻恩爱。虽说他们是两口子，可一年到头的才见上几回面呢。哎呦，您就这样当婆婆，我看谁还敢再嫁到你们安家。反正我可是既来之则安之，往后的日子咱们要是过呢，嘿，这家规可就得改改。您要是不愿意改呀，咱们就把安家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请来，把安家的家规往外抖了抖了。我呀，我这会儿我就叫人去。我哎呦，姑奶奶姑奶奶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咱们这会儿就凑合着过吧。那可就倒过来了啊，倒过来啊。您不愿意呀，那我还是叫人去。哎哎，姑奶奶姑奶奶，你说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吧。瞧瞧，还是老太太通情达理。你哟，什么时候啦？天亮了。哎呦，一宿没睡，我还真有点累了。那您就先歇一会儿吧。那您呢？我给您打洗脸水去。就劳您的驾喽。甭客气。媳妇守规训，相传代代，一夜间将家规他倒了过来。该不该，该不该，该该不该该，看起来不该不行，他比我厉害。母亲啊，母亲，冬梅如此无礼，如何是好？什么礼不礼的，这会儿不是讲理的时候。你把春兰给我接回来吧。多谢母亲。你也从学馆里头搬回来吧。是否母亲？你把二爷给我请来，就说妈有事要跟他商量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哎，冬梅的爷爷怎么还没来呀？是啊，你快去请啊。哦，是是是，去呀。贤弟，贤弟，恭喜贤弟娶了一位好媳妇。哥哥，您这不是臊我呢吗？不是哦，玉兄替你那嫂嫂谢谢你们。我嫂子回来倒是好事，可以后我的日子怎么过呀？哎哎哎，不成，我非休了她不可。贤弟不哭，哎，贤弟不哭。少奶奶，洗脸水给您准备好了，您该起床了。少尊命是威风，恩草深
给您打好了。是从井里打来的，那赶紧我再给您换点热的去。少奶奶，您瞧这温度合适了吗？哟，你想烫死我呀？少奶奶，您先别着急，我给您兑点凉的。您瞧这回成了吗？凑合吧，我。少奶奶，您该梳妆了。哎呦！您又怎么了？我饿了。您饿了？您这么折腾能不饿吗？我给您沏茶去。嘿！啊！大清早的，您就想拿茶灌我呀？那我给您做饭去。我可是喜欢吃素食。对了。我就奇了怪了，
他这习惯怎么跟我一样啊？哎呦，大嫂子，您这是三阳开泰吗？哎呦，老太太，冬梅这孩子他不是这样，他怎么变了？大嫂子，变了没什么不好，我们娘俩造了个个儿，我倒找着做儿媳妇的感觉了。我把你找来，原本想跟你掰扯掰扯的，这一宿把我折腾的，我全想开了。嗨，还是老太太有度量，这婆媳之间有事儿就得商量着来。大嫂子，你这话说得好啊，这会儿我倒觉得对不住春兰了。哎，求你件事儿。有事您尽管吩咐。好，雇顶轿子把春兰给我接回来。这就对了，我这就去啊。大嫂子你慢走，雇顶大轿子，雇顶大的。啊，母亲，二爷来了。二叔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啊。别哭别哭，见见咱们的老亲家。老亲家，他们家人怎么都这个脾气呀？啊，请啊，请啊！哎呀，这走吧。爷爷，冬梅，我的好孙女，真是个好闺女哟。哎，老人家，啊，该做的我可都做了，啊，这会儿您可得给我做主啊。二叔，您可不能偏心眼儿啊。对对对，我说冬梅啊，现在是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你就该把洞房的事一五一十的说给他们听听啊。嗯，对对对，免得他们误会。好，你们听着。怎么变了？吃人了。二公子修道要怒气冲天。嘿，他怎么说变就变呢？老东方人本是相庄无间，只怪你们为师破我这桥，妙非机关呐。怎么，此乃是计呀？是计。哎，别着急，慢慢听着。我全明白了，二叔，我谢谢您喽。哎，您别客气。人非神，天书能无过，治国改国，根系天仙的心性。只有苦瓜酸甜，是你我大家共分担。苦就苦，让苦尽。把他抄下来了，您呐就原谅我得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儿媳妇儿啊！都怪我见识浅，好日子偏要找麻烦。多亏你婆媳颠倒把为还。
那是喜，那是奔来，那是难。他明白了。阿母亲，春兰回来了，快叫他进来。等等啊！先别让他进门，这三年了，我对不住他呀！我要敲锣打鼓迎接我的好儿媳妇春兰去。嘿嘿，这就对了。叫落叫